Hello，大家好，吃饭了。今天吃这个酸辣莲藕，然后自己炒了一个辣子鸡、萝卜干，还有这个剁辣椒。吃到后面越吃越辣。
吃饭了，朋友们。今天烧的这个红烧的这个，猪尾巴。特别辣，白切鸡。好的，湖南的幽县香干，这个香干是没有防腐剂的啊，现做现发的，豆香味很浓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吃这个吃了一年多了，基本是吃不腻的，因为它口感非常软，很好吃。现在天气比较凉，大家可以放心拍。拜拜。